平衡旋风装饰。做出睡眠后，左手食指提起绳线，等悠悠荡回时，伸出右手食指挡住绳线，让悠悠落在绳线上。嘿，这个时候小朋友们要用左手从内向外绕着悠悠球完整的画一圈，才能让球停在两只手的中间位置哦。接下来双手同时围绕悠悠画圈，画完数圈后，右手松开绳线，放下悠悠，并收球。